大家好，这里是猫记。今天呢，我们要回来玩《锦鲤与海德》。好，突然差点忘记叫什么。好啦，那我们这次呢，要把后面的最后这三个，把它补齐。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呢，什么岌岌可危？好，我们来看这个岌岌可危的最佳事件。老实说，上一集就这样结束，真的好空虚。1887年2月杰奇的实验室。你好，我是杰奇。好，中间有个惊叹号。那我先不要看。我刚刚吓一跳，我想说他的地毯旁边怎么会有一圈这样子像脚印的东西，结果不是，结果是那个类似旁边的那个虚虚的那种装饰。然后沉浸在某个想法之中，那便是我对另一个自己的恐惧。杰奇，1883年差月差日后，几十年来我的生活安稳，除了我不能随便发展出我喜欢寻欢作乐、容易受诱惑的个性外，躲在博士学位、身份地位，调一下它变好快。职业的背后，克制冲动的我发现了一道曙光，那就是研究人类的本性，也就是善与恶。在研究的过程中，踏入了超自然的领域。我在这个有人说是非科学的奇异领域中领悟很多，善与恶这两种本性共存于人类的内在，分别给这两个自我自由的话，两者就能彻底独立，也不用在乎彼此的事。我因为外表与内在截然不同感到疲惫，自然就更对这项研究着迷了。可是他虽然说想要把两个善与恶给他分开，重点是你只有你一个个体，你要怎么把它分开？这不是很奇怪？就是你要怎么实现这种事情呢？所以我决定发挥所长，制作可以形成第二个自我的药。我还以为事情会一帆风顺。问号问号。我成功制作出药物了，但是分离善恶的尝试并不如意。基于两个原因，我不会公开详细的研究内容。第一个原因是，无论如何，我们都逃不掉人类的命运与生活的沉重。若试着摆脱，反而会出现更可怕的结果。哦，那他其实就是想要分开他，但是因为一直都很不顺利。对啊，就像我说的，你要怎么把他分开？因为他毕竟他只有他自己一个个体，要怎么分开？我就是个血淋淋的证据。第二个理由是，我的发现和实验本身不够完整。药物激发的邪恶，不对，是第二个自我。是我平常隐藏起来的邪恶的那一面。那个自我必须从所有的限制中解放才行，但是他终究还是个受名誉或面子摆布的人类。刚开始不吃药也能变成海德，我以为这是因为我对邪恶低头了，结果不是，我跟海德只是外表不同的亨利杰奇罢了。才小孩、萨斯、卡鲁爵士都是亨利杰奇的行为，所以等于说他是觉得说那个邪恶的一面才是他真正的本性，并不是他外表这样子看起来特别温和。其实有一些人就是可能生活上的一些环境因素了，他必须要带着伪装着自己的另，就是把自己伪装之后表现出另一面这样子生活，其实这样真的还蛮辛苦。我全心全意进行实验，甚至甘愿把自己做成实验对象，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成功。但是我失败了。对，几天后，
我觉得他的音乐真的很好听，好喜欢。线索，回到原点，没错。几天后，你还有研究出什么吗？秘鲁思考，比较邪恶特身啊！又不吃药就想变身了，不行，我必须保持清醒。好可怕！快被秒输了，还是变身了？没有，吓死我！牵过去了吗？没有，还是变成……奇怪，他变成海德，他的身高真的会变矮耶，酷哦！药，快一点，药，我得制药。该死，现在想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使用好几倍的药。可是他变成这个的时候，他还是有保留他原本的自我吧？是不是？等等。以前买的盐是没多少了，那么多的盐是什么时候用光的？该死，烦死我了！等一下，我要写信给药局。该死，不知道什么时候变身，所以没办法直接要求仆人。又是要吃药，本馆啊，好，本馆。平，这个再是这个，最后是粉，蓝粉，绿色，总之要做好，我先要看，我要不见了，好难受，我接下来可以撑多久？先定眼，先要撑笑，几天后。加上这次，我就定20次以上了。新定的研制出的药都没效果，这次该不会也是吧？说不定顶上就要变身了。先用这个制药。制作途中可能会失误，我必须冷静下来。好，拜托要成功啊！啊，不一样的欸，天啊，我忘记了，老师说我忘记了，怎么办？随便啊，临时吧。这怎么会？因为我忘记了。第三个什么？黄蓝白，好，黄蓝白，我会我会。这颜色可能会比较好。好，这次非常顺利。为什么变成紫色了？好，出现反应了。第一次的颜色也变了，这样对吗？哦，上帝啊！为什么没有变成绿色？为什么？为什么老是失败？我的公式不可能出错啊！上帝，你要让我。掉进多深的失败深渊之中，我不可能出错，必须出现变化。又要变身了吗？等等看，也许点一下会产生化学变化。我现在没力气靠一只对抗了，希望药物有效。快快快！每次看到那个倒数，还是变了。该死，等的还是一样，那也没办法。结合又没效，哈哈！好可怜啊！我之前用过的眼，为什么买不到？就算是翻遍伦敦，不对，是整个英国。我也要找到纸和鹅毛笔在哪？
又要向店家写信啊！我觉得好悲哀啊！我天啊！然后那段时间就这样子一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变回杰奇，又变回那个海的。哦，我觉得难受。好，我们接下来看接下一个追加事件。坦白，唉，1887年。三月杰奇的实验室，对啊，哎，但是哎，已经把它踩烂了哎，有没有什么可以调查的？他那个钥匙已经被踩烂了，药水本身没有辨别的那个能力，非邪非善，只有很久以前第一次买的盐有杂质。因为那个杂质，药物才有变身的效果。难怪，就算我找遍伦敦，也没有能够出现变身效果的盐。在那次实验之后，我又经历了几次的失败，现在是靠最后剩下的药在撑。只是我能以亨利·杰西的身份活着的，仅剩10公了吗？我得快点把信写完，如果海德把信撕毁。不，现在变身的话，变得很难点了。哦，冷静下来，撑过来了。我要尽快写完给欧特森的信，必须告诉他真相。关于海德和我的真相，我知道没时间了，但我还是要再看看这个样子最后一次。你乱讲，你这个镜子是假的吧？你明明就那么憔悴了，这个怎么那么有精神？希望我这次运气够好，想写的没剩几行了。哎，灵异事件，灵异事件！如果在写信途中变身的话，海德一定会把信处理掉。至少我写完的话，海德不会注意到这封信。要变身了吗？现在还不可以啊！你还描述有点少。还是撑过去了，度过这关了，不能让我留下的最后字句一化为乌有。这悲惨的命运不属于海德，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他会为生命所困，最后选择绞刑台吗？还是突然找到放走自己的勇气？无论是哪个，那都是我的命。哈哈，好。信都写完了，你真的有写信吗？天哪！愚蠢的杰奇，为什么你会觉得可以完美地分离这两者？现在要消失的是杰奇，还是海德？至少，傲慢又愚蠢的杰奇会消失吧。现在真的是最后了，就是这封信，我现在做什么？我不要看我最后一眼，我觉得好难过。啊，他变了，还是变成海德？现在被发现。就毁了，我很后悔我所犯下的事，也很后悔开始实验。当时正要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个自我，
结果只是七颗改变的捷径，自我合理化，甚至是因为自己屈服于邪恶。没有什么善良的奸细或邪恶的海德，全都是假象。没错，我奉献一生的实验，这个实验也是，全都是假象，假的，毫无意义啊。我达成的成就，一点意义也没有。哦，好难受的天啊！啊，最后一个最佳事件了，啊，结局，这个才是真正的结局吗？哦，天哪！1887年三月截取的实验室。一切都是空谈，没时间再多做解释。我觉得他的结局应该就是指他的死亡吧。哈哈哈，药没了，完了，都完了。该死的药，该死的盐，要这样活着到什么时候？上次才出来一下，就差点被抓住。面具放在客厅的，该死。脚步声又靠近了，是谁？好像不是宋岩的，普洱？难道是警察？该死，快不安死了！谁在那边？哪来烦人的家伙？是奥特神，主人，奥特神律师说想见您。就是我现在谁也无法见。是的，主人。对啊，啊，他说什么？该不会是跟警察来的吧？谁啊？杰西。我可以开门吗？这是他声的声音，他怎么会在这里？不行，如果他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报警。你听得到我说的吗？我现在就想见到你。你为什么不回答？我都这样说了，你还是拒绝我的话，我不会因为你是朋友就算了。就算得破坏门，我也要看到你。奥特神，拜托你忍忍。啊，这不是杰奇的声音啊！你是海德，把门弄坏吧，普洱。不行，拜托你忍忍。奥特森，不行，我可以解释，我可以解释这一切，拜托你了，我这一生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吗？不，还有其他办法，就像某人说的，是时候放自己走了。从下定决心要进行这项实验起，我就失败了，我不能最后也失败，至少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知道门锁能撑到什么时候，如果不快点，伪造密码。最后一个数字，杰奇与海德总共有几个人？最后一个数字，前两个数字是第八个和第六个数字啊？什么叫做前两个数字是第八个和第六个数字？我知道会选择这条路挑战神是没有意义的。若真的有神，他早就阻止我无诅咒的生活和恐惧。啊！你现在再去别的地方看一下。不用着急，因为他也是我。第三个数字就是字面上的数字的意思，是第三个数字。哦，我再看一次。八和六，好。八八二四六八二四六，所以是九四三一，九四三一，啊，居然打开了，
打开了，原来在这里。这个量应该够。No， 奥特圣，它就快开门了吧？我是为了这个才承受一切的吗？该死，你在犹豫什么？和你结亲，你怕什么？命运早就注定好，几乎弄坏了，推一把看看。不能再拖下去了。该死，用这个了结结亲。难受。那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后就是我们奥特圣知道了真相。那这个怎么开？啊，完成所有成就，所以啊，对了，我有集成那么多成就。俱乐部是哪里呀？我还有好多成就都还没有解决呢，因为我不晓得说他的这些成就啊，他虽然有问号，可是之前我们上次去找的时候是没有很顺利。比如说像这个是开始时间轴，所以他应该是在章节二，那我可以去莱尼恩的家的部分吧。我看看，寻找杰奇，我看一下这个世界，因为我记得这个世界是可以去莱尼恩的家。那我们之后的这些那叫什么？这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成就，我一定要全部找到啊！OK， 达成英国建筑物的成就。OK， 英国大学，因为幻想说应该可以在其他时间点来，那我就一来就成功了。我们现在解了一个英国大学，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只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财富累积和增加的教育狂热之下，是该时代末期时各个都市建立了许多大学，不过经常一段时间只有英国男性才能接受大学教育。啊，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那句话叫什么我都忘记。这个花瓶看起来挺贵的，不仅昂贵，就连贵族也没有。哈哈，真的是贵族又怎样？我们有金钱和知识呢。就是说，虽然与生俱来的身份很重要。总之我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我有房有财产还有社会上的名誉。我也是，你们有钱人又达成一个成就了。英国上流阶层，上流阶层通常由王室和高阶贵族形成，他们不需要亲自劳动，部分的人也会经营矿山或是大农场。哇，终于解开两个，那这个我看看，卡文迪西广场。好，那我们就出去看看。原来在这里，也太不明显了。这里是什么俱乐部？我看看，是议会派俱乐部。我年轻时经常去那分享我的见解。听说最近不止讨论政治或艺术，世界变得好多。终于找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俱乐部。起初俱乐部是18世纪时特定政党或艺术支持者的聚会，至19世纪起俱乐部变成专门的机构，是中产阶级男性交流的场所。好，我们来看鸦片。鸦片的话是在江杰山，在酒馆，在卡鲁爵士谋杀案这个部分。
卡鲁爵士谋杀案。好，那我们就直接移动吧。那现在蛮顺利的，我是觉得应该是我的方法没有找对。那如果我这样子直接去的话，不晓得可不可以呢？希望是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就轻松许多。不好意思，那个，请问您昨晚您还好吗？在这种地方睡觉的话。哦，有的，就是这个，他提到加入鸦片的红酒。那您应该不记得昨天的事情了吧？那个，没错，我喝多少呢？我不记得了。起初我是为了治疗顽疾才开始喝的。天哪，你可以吃鸦片呢？鸦片，19世纪中期取消鸦片的管制，可以轻易地从药局那边买到鸦片。虽然鸦片有娱乐性药物的用途，但它有镇痛效果，被当作常备药物或麻醉药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鸦片使用方法是和水或红酒混合后服用，就像万灵丹，之后就戒不掉了，太可怕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社会气氛。位置，书和住宅区，是章节三的部分。诶，那我们这边应该可以，那我们直接去那个住宅区看看，因为他没有说特别讲说哪一个时间线。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再往后看看这样子，因为像这个鸦片，我也是经过了就是跟那个警察兑换完之后再过来，他就自动就可以达到那个成就了。这个不用理他，因为他当初没有这个吧。树和街，每次来我都觉得毛骨悚然，不是我这种人该来的地方，但是没办法，为了找到真相，我必须忍耐这可怕的气氛。哦，果然是这个社会气氛二。英国曾一时受清教徒的影响，遵守严格的道德标准，但是在王政复辟以后，狂欢众乐的文化传得开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同时存在着自治和放纵，好，锤球在博尔顿街。 OK， 都刚好都是在这一个章节，所以应该是可以蛮顺利的找到这些成就，因为我一定要把它收集完啊。在哪里呢？在哪里？好，你去问问他。等等，你不是哈里士先生吗？是我，我是西区水球俱乐部的主席迪克贝瑞。我是厄特森啊，是我失礼了，我认错人了。这样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您要不要加入水球俱乐部呢？不用了，有年纪之后我对运动越来越没兴趣了。您找别人吧，不是只有玩锤球，还有社交。祝您有美好的一天，厄特森先生，您慢走。好，锤球。锤球是一种用锤子模样的工具打球，使其通过六个门的球类运动，17世纪就传入了英国，但是维多利亚时代才在上流社会阶层和中产阶级之间流行了起来。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章节，是最后礼仪的部分。那我们直接跳到章节是，那他这边没有特别讲说在哪个时间线，那应该可以顺利的找到吧。每次都这样讲，一直很担心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好，那我们直接去巷子看看。其实这样发现起来，我还蛮多地方都没有仔细调查到，明明已经很认真在看了说。都在哪里呢？啊，
看什么看，滚开！哎呀，我得替他道歉，他刚才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那样。不开心的事，刚才路过的人踩到他的脚，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走掉了，是个没礼貌的人啊。人要保持最低程度的礼仪啊。就是说啊，你朋友的事我很遗憾，但他看起来也不是很有理。没错，我走过来就对我生气，又不是我踩的。礼节是展现社会地位和成功的方法。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严格遵守礼节，当时的礼节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日常生活以外，也要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和情况、场所来应用。好，那我们现在是英国慈善活动，要去河边的附近，刚好也是这一张警示。哇，总觉得如果这边成就缴完之后，这个游戏就要结束了，真的有点空虚。你知道下次慈善活动是什么开始吗？这个吗？我儿子上周去了慈善茶会。慈善茶会，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小孩可以体验茶会，而且一边教他们圣经的内容，是今天举办慈善活动的绅士以前办的。还有这种活动啊，但是以前比较好吧，就是说啊，或者是职业训练。说到职业训练，我想起来了，我朋友也在学怎么加工白铁，我真的很羡慕。政府应该关注这种事情的。慈善，英国慈善活动。19世纪末，英国的慈善活动不仅提供穷人物质上的东西，也会给予职业训练等实用的协助。当时的英国慈善活动相当有制度，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很重视宗教道德和效率原则。好，再来是一个贵格会，贵格会是什么？舒和住宅区啊，你要在这边，真是的，我应该一起找的，是不是？居然在同一个地方，舒和住宅区，哦，剩这个而已呢。章节是，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底下稍微推进一下剧情。哦，那看看是不是因为要推进剧情才有办法寻找到这个成就。哦，是这个吗？怎么突然有人？刚没人吧？来，你要参加贵格会弥撒还是什么？贵格会的信徒，人人平等且幸福。不，我不上教会。贵格会是什么？在哪？我们经常做援助或慈善活动。真是让人不爽。你瞧不起人吗？别说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吗？你不能这样勉强传教啊。哎，他把我们当成异教徒，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就是因为大家这样，信徒才会前往美国，人数越来越少。哇，什么是贵格会啊？贵格会是基督教的派别之一。哦，贵格会主张在上帝前，之前人的平等，所以又被称为教友派。贵格会遭受到当时英国的宗教打压，无法获得支持，所以许多信徒移民到美国了。哦，居然他们也有分所谓的派系。哦，这边的话我看一下，应该都有看过了。OK， 那成就应该解完了吧？哇，解完了！我按太快了。哇，好棒哦！我觉得他这插图真的是太赞了，我觉得我要多看几眼，不然这个游戏我就要结束了。那应该我不晓得这个相簿哦，原来这个相簿就是这一张。哇，两面，一个白色，一个黑色，而且它就是对啊，就是特别这样子做区别，一个白色，一个黑色这样子。
哇，我全部都把它开启了，而且这叫世界也一个，全部都把它看完了，非常高兴能玩这款游戏，我觉得真的让我觉得有学到一些英国以前的一些知识啦，因为他这边情报手册这边可以了解到他们当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当时的社会风气等等。好啦，那我们这一款游戏呢就今天完全完结了。那如果大家有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下载来试试看咯。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大家拜拜。